有同学老是劝我吃鸡蛋喝牛奶，但是我都许愿吃了两三年全素了，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才不会让他们觉得我执着呢？你就是执着呀，因为吃素现在末法时期可以吃鸡蛋 和牛奶的呀。但是我已经许愿了呀。许愿这不管的了，你许愿吃素这就是素的呀，在菩萨同意的素的呀。好，除非你自己不要吃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是我执着了。